从此之后，在拉萨、桑耶、昌珠等等地方，共建筑了一百零八座寺院，并且都引请莲花生大师亲自开光、撒花加持，就如同日光遍照一样，具足着无比的光明与吉祥。桑耶寺建成之后，就如同在印度佛陀成道圣地的菩提伽耶大塔寺一般，具足吉祥光明。 所以，传说只要能够亲自见到这座桑耶寺，就能够杜绝一切恶趣的门禁，永不再堕入三恶道之中。如果能够绕着桑耶寺的五十四座寺院与一千零八座小宝塔等全寺一周的话，就是屠夫也能够转去善道。如果我们一心向桑耶寺顶礼祈愿，那么。 我们来世也能够生而成为一个王者。如果听到有关于桑耶寺的殊胜传说的话，我们的罪恶也能够消除。如果谁能够对着桑耶寺实行双膝着地的大礼拜的话，不只能够出生在王族之中，并成为转轮王。如果向桑耶寺双手合掌礼敬的话，无疑的将能够成就正道。 如果谁向桑耶寺供养曼陀罗的话，就能够获知现前与最究竟的圆满成就；如果向桑耶寺献上鲜花的话，就能够得到吉祥与欢喜幸福；如果谁能够在桑耶寺的寺区内献上鲜花的话，就能成就为无上的布施施主。 最后也终能圆满成佛。谁为桑耶寺烧香奉献的话，在转世之后就能具足庄严与财富。在桑耶寺点燃酥油灯的话，就能够亲见千万的本尊空行。如果在桑耶寺点燃长明的酥油灯时，法的光明将会遍照全身。若向桑耶寺献上香水。 则将不会出生为恶鬼，而具足财富。若向桑耶寺贡献食品的话，他将不饥不病，具足寿命安康而富饶。向桑耶寺献上扰波，鸣奏吉祥的声音，就能够获得深刻的清净自信。谁为桑耶寺献上宝伞来遮阴清凉？ 谁就会受到他人的尊敬与瞻仰。如果为桑耶寺献上衣服的话，无上菩提就能够迅速增长。贡献桑耶寺宝珠金幡以及台殿一切的荣华富贵，从此获得。把桑耶寺作为本尊来修行的话，将获得大手印驰名的成就。如果谁能够为桑耶寺弥补寺院的围墙与墙壁的话， 谁就能够得到圆满菩提的成就？谁为桑耶寺戴上殊胜的冠名，谁就能够获得人天应有的殊胜境界。谁能够维修桑耶寺的话，就能够获得涅槃菩提的成就。这一善举也可以使之捐除罪业，证得无上菩提。若有幸能在寺院当中听闻佛法，就能够兴旺佛陀的一切事业。 谁若祝愿桑耶寺庙永久的存续，就将有享用不尽的善事自然前来。谁为桑耶寺贡献贡品，就能够圆满如意，获得人财富与食物。谁能为桑耶寺修建房屋顶的话，就可以排除八种飞石的可怕灾难。谁能为桑耶寺预防火灾？ 就能够尽快的圆满成佛。谁能为桑耶寺防范一切的灾祸，而且敢用他的口与手等行为来防止伤害众事的话，就能够得到永不退转的菩提心成就。谁能够以心力保持桑耶寺的长久光明，就能除去贪嗔痴三种病毒，而使藏地安泰。 人民平安，而与此相同的道理，在拉萨、昌珠的佛殿也是积聚善德的好地方，敬仰者应当广为供养，而西藏的君臣和属民也应当以此好好的积聚福德。这些寺院都圆满建筑之后，堪布菩提萨多与莲花生大事，由于诸事已办，就想回到印度去。 于是向吐蕃的赤松德赞王说道：“大王啊，由于你殊胜的菩提心，再加上国力的强盛，所以建立了吉祥的桑耶寺。我们在兔年奠基，羊年竣工，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才圆满地建好桑耶大寺。现在既然桑耶寺已经建好，并开王光，已经圆满成立了。” 我们也达到大王的要求，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返回印度的故乡了。大王闻言之后，感觉十分的难舍，他泪沾衣襟，赶紧整治了九层锦缎的宝殿，迎请莲花生大士坐在上首之处，又整治了一座五层的宝殿，迎请菩提萨多堪布安坐其上。 他先向莲花生大士与菩提萨多呈现华服与佳肴，并准备了莲花生大士与菩提萨多欣喜的珍品，再将装着纱巾的鹿皮袋以及松耳石一串，连同一百种珍宝供养他们，然后向二位大士顶礼。大王在顶礼无数之后，合掌恭敬地说道。 伟大的堪布与大士，你们两位宛如日月般的大鱼伽士，请听我叙述。我从十三岁父王薨逝之后，在十五岁建座登位，率领大军南征北讨，就是为了建立佛寺宝刹的缘故，并且让众大臣选择了建寺功臣来圆满这个菩提心。我从十七岁时。 开始坚定信仰佛法的心。经过占卜之后，卦象显示要引请堪布来西藏这个边远的地方来弘法。我们能够请到堪布来这里弘法，实在是福德不浅呐。但是我们在调伏土地之后，鬼神却又开始作祟。由于堪布的预言，我们又引请莲花生大师前来降伏。当时我心中疑惑。 不知道莲花生大师肯不肯来到这偏远闭漏的地方，但是堪布告诉我，由于过去因缘的缘故，大师一定能够前来，所以我们能够在甚深的缘分当中，请到了殊胜的莲花生大师来到了西藏地方。如今桑耶寺总算已经圆满成就了，桑耶寺的广大庄严，不可思议的幻化。 根本不像是人工所筑成的寺院，这简直是世间少有，为诸天所圆成的广大寺院我赤松德赞王是不会忘记这广大的恩德的。如今寺院虽已如愿建成，但是我在此恳请两位大师，在我赤松德赞还没有弃世之前，留住在我们西藏这壁漏的地区，因为佛身上的功臣。 虽然已经建成了，显示出这座寺院如此的圆满庄严，但是佛语佛法的教化工作，事实上却还没有开始。我们需要红传一切密教的经序与法相的经典，来消除西藏的无明与黑暗。我们应该点燃显密二宗佛法的明灯，来承续佛陀的慧命。 我在此真诚地恳请菩提萨多堪布与莲花生大士安住在西藏这个闭露黑暗的地方，来传下佛法的明灯。世宗德赞王一面说着，一面痛哭失声，并连连地顶礼，一心祈请菩提萨多堪布与莲花生大士留住西藏。菩提萨多堪布与莲花生大士两人相互对望着。 然后看着真诚顶礼恳请的赤松德赞王，就商议道：“西藏人并无全然真诚信仰佛法，许多的大臣事实上至今尚憎恨佛法。这些大臣的心中都在想着各种办法要毁坏佛法。但是既然大王再三的恳请，我们实在需要很仔细的来思维这件事情。” 先前菩提萨多与莲花生大师这两位导师来到西藏的时候，大王心中充满了欢喜；但是如今他们想要离开吐蕃西藏的时候，大王心中实在是如锥刺一般的苦痛，所以苦苦地哀求两位圣者留在西藏。由于大王的诚心感动了两位大师，因此他们商议，如果要留在雪域西藏。 一定要先让西藏地区的人民学习读书写字，建立能完整弘扬正法的语言文字等。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才能建立完整的佛教，佛法也才能够慢慢的展开。这样两位大师留在西藏才有意义。他们商议决定之后，菩提萨多堪布与莲花生大师就应运 留在西藏地区传弘教法，于是他们就向大王说道：“大王呢，要我们留在西藏可以，但首先应建立完整的文化基础，让大家学习语言文字，熟悉书写与读诵，使大家有学习佛法的基础。另外，大王你必须订立严正的纲纪法律，来使藏地。” 依正轨而行，这纲纪法律必须以佛法的精神来作为根基。如此一来，佛法的戒律严明，藏地的法律十分完备，那么佛法就有发展的希望了。若能如此，我们十分愿意在此帮助大王，以使众生得到究竟的利益。我们也愿意应你的请求而留在雪域西藏。 大王听完之后，心中十分的欣喜，立即向菩提萨多堪布与莲花生大士连连顶礼恳谢，并且立即答应遵循两位导师的教育，开始定定更完满的法律。于是，大王就召集所有的署名，以白纸黑字来颁下了法律。这些依佛法精神定定的法律。 宛如神杰与金牛的鬼一般，石松石啊石松石井的调节着人们，使他们安住在正道之中，不去作奸犯科。大王所颁下的法律一共有三种，第一是佛教的律法，第二是关于王法，第三是家法。赤松德赞王说道：“我赤松德赞王。” 从此之后，不只是一位世间的大王，同时也是出世间的法王。所以，凡是我下属的一切人民，应当确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有善恶必然有它的因缘果报存在。人生中最殊胜的善行，就是信仰佛法。我们为了信仰佛法、实践佛教，更必须广立寺庙、僧院。 而在这些寺庙僧院当中，我们可以建立显宗的僧寺或密宗的寺院，而要信仰显宗或密宗，则由人民自己决定。接着，他又宣布，所有的人民不论男女老少，都要学习文字算术，并且要学习抄写经典与诵经。不止如此。 更需要深入经藏之中去学习经典与练习说法讲经。因此，所有能够说话的孩子，现在都要开始学习文字、具足知识。人民如果生下孩子，也应当实行宗教礼仪，引请喇嘛上师来开示讲经。生病的时候，切要及时医治，并且诵经祈祷三宝护佑。 侍奉病人的时候，心中要有悲心，必须十分的细心。不但要恭敬长者，不要使老人失去了信心，更要善于体恤老者。人民死亡之后，应当依照佛法的仪式举行超度的法会，并诵持密咒，使亡者得到解脱。富有的人要能够慷慨的帮助需要救助者。 而贫穷的人，对于记住更要知恩，并且要记得偿还债务。如果暂时还不能够偿还的时候，也必须讲明情况，日后再还债。我们必须警惕敌人，敦睦亲人。少年的人要听从老人家的教导，而多子的家庭也必须安置辈分，使他们长幼有序。 哺乳的先后也要有适当的次序，千万不可偏心。无子的家庭必须招赘父婿，这父婿也要服兵役，保卫家园。家庭之中必须和睦，有事发生之时，必须请示父母长辈的意见。夫妻之间如果离异的时候，财产的分割必须十分的公平。人们要十分惊勤努力。 早起晚睡的努力生产，丈夫如果还没有与妻子商量得到同意，则禁止纳妾。假如妻子没有生下儿女，经过协商允许的话，则丈夫可以在纳妾以延续子嗣。但是小妾没有财产的权利，所以不能分得丈夫的财产。我们不可以小看其他的人，我们要团结友爱。 这是十分重要的，要远离一切厚颜无耻的人，要了解一切畸形、不如理的做法，千万不要受到这些偏见的影响。人的口舌是十分危险的，所以千万不要两舌、其语、恶语。要注意到相互的共荣共存，夫妻之间要相敬如宾，要慎行，千万不要十分严厉的相互对待。 每一个人的行为处事要掌握分寸，不偷不抢，也不打架，相互也不能有所欺瞒。出家的堪布住持要宛如世尊释迦牟尼佛一般，代表僧人来宣讲戒律仪轨，这些都必须依照三藏经典的记载。僧人口渴的时候要饮要饮奶饮茶，腹饥时要食用粮食。 糖果、蜂蜜、酥油、糕点等，所有的这些动作都必须合于戒律。要穿着袈裟，安住在庙宇寺中，不许饮酒，更要戒除一切淫欲。修持密宗的人要遵从上师的教诲，三昧耶誓句，依照密法经续的规范来修行。他们口渴的时候，能够以酒汁作为饮料。 但是不能够侵占僧人的财富。在饥饿要吃东西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千万不能够吃有毒的物品。密宗的服饰以白、红、黑衣为主。平常住在修行的处所，为了护持佛教而修行的时候，僧人必须诵持佛经。而密宗的修行人要设置坛城。 曼陀罗来修法，俗人的修行则可以自行依照显密二宗来修持。要悲悯一切无能力的人，要适当的救济穷苦者。对于口中有种种过失的人，应当忍让，不要嗔怨。路边的传闻，不要随便的去理睬他。对于讲经说法的人，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要向他顶礼。 不要使所有的教法与秘法混杂在一起，必须各自遵循自身所信仰、崇尚的宗派，千万不要把不同的教派传承随便混杂在一起。本教这些外道徒众已经被逐出境外，也不在桑耶寺附近，一切的人民不准学习，违背这个命令的要加以治罪。 如果谁做了任何的事情不依从王法的话，王法治罪一定不加以轻饶。所有僧人应当听命于住持堪布，弟子要遵守导师的教诲，奴仆要听从长官的命令，儿子要侍奉父母，弟弟要敬爱兄长。如果违逆这些事情乃至杀人的话， 就要施以火烧、水淹等极重的责罚。做了坏事的人要上脚镣，投进牢房里，施以严厉的酷刑。行使这些罪罚，并非不慈悲，而是如果没有王法整治的话，将会产生许多恶行。刑法共有七种可以施用，即火刑。 风刑、水刑、铁刑、木刑、土刑和天刑等，将根据犯罪情节的轻重来施以适当的刑罚。杀人者必须要偿命，抢夺财产要挽却他的膝盖骨，偷东西的人必须要负责赔偿。子女没有得到父母的允许而妄自苟合，生下私生子的话。 要付出抚养的费用。所有的诉讼判决要十分的分明，相互争斗者要坐牢，打架斗殴的话更要追究责任。不服王法的人要割下耳朵。各种宗教与宗派要确实的分辨清楚，不要互相混杂在一起。各种教理要依如理的语言而分辨清楚。说假话的人必须加以放逐。 不偿还债务的人要偿还食物，严厉驳斥无理的人，无理取闹的人要加以逮捕。青稞要用斗来做衡量，我们要统一这些度量衡，让大家所有所依循。而计算物品的重量要用秤来计算，每样货物必须先定好价格，不能够胡乱开价。 称量黄金要用小的秤，以显示它的精细。为了防止盗贼，必须养狗来防盗。我们也必须养着公鸡来叫醒我们，以掌握时间。我们要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要诚心诚意地接受所有的教法，显示与密宗各自示现他们殊胜的善法成就。我们应当依循。 所有大臣应当尽心的安住于自己的职守，要自尊自强，毫不松懈。不善的行为要抛弃掉。在山路险峻的地方，必须使之十分的安全，使人民在游历的时候不受到危害。要使地方上不再有坏人，必须摒弃十种不善的行为。我们必须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 不恶口、不祈语、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等十大善戒发扬光大，使人人平安而且和睦相处。对待一切的牲畜也要十分的宽容。有财富的可以积蓄财富，无财富而赤贫的人也可以乞讨，让大家都在佛法、王法与家法当中安居乐业，并修持菩提正法。 最后圆满成就佛道。世宗德赞依循了菩提萨多堪布与莲花生大师的建议，而颁下了含有佛教的律法、王法与家法的正法法律。从此之后，在西藏地区有了更严明的法律可以依循，大家生活在合理的规则之中。家庭、社会、藏地乃至修持的菩提道上。 都有正确的次第，可以依循前进，整个社会走向了光明与幸福。世宗德赞王在莲花生大师与菩提萨多的引导之下，致力于建立清净的律法，以巩固佛法的基础。雪域西藏在上师堪布与大王三者的协力之下，渐次建立了光明的道基。桑耶寺建成之后。 盛况空前的开光庆典已经过了一年，而且佛教的律法、王法与家法建立之后，大王接着要开始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所以赤松德赞王就从署名当中选择年轻、优秀、聪明伶俐，而且相貌庄严、具足福德的人，准备将他们送往印度去学习梵文以及佛法，在这之前。 菩提萨多堪布就将这些孩子们聚集起来，先行教导他们念诵皈依三宝等基本的词的语词。菩提萨多堪布教导这些孩子念诵到“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等归命三宝的语句，但是这些西藏的孩子们口齿十分的鲁钝，竟糊里糊涂的念成了“八茂佛八耶”。 嗯，马茂佛巴耶，马茂阿马耶，马茂帕马耶，这些嘴巴笨拙的孩子们，将原先所念的语义是“皈依礼敬佛陀，皈依礼敬佛法，皈依礼敬僧伽”的皈依三宝词语，却念成西藏语义：色甘塔塔毛巴虎呵，曲拉塔塔毛巴虎呵，利文雅塔塔毛巴虎呵。 所有的发音与语义全部都错。接着，莲花生大师教导他们念诵密教的三根本语句：南无古鲁耶，南无达瓦耶，南无扎格尼耶。孩子们由于没有办法学习，就胡乱念成马毛布呀，马毛遮巴呀，马毛巴西呀。大师所教导的念诵三根本，以为西藏语意是。 皈依礼敬上师，皈依礼敬本尊，皈依礼敬空行。但是西藏这些孩子们却如鹦鹉学舌一般，说成了莫名其妙的和名。听了这些孩子们的发音，菩提萨多堪布与莲花生大师两位大师不仅鼓掌大笑，觉得十分的有趣。但是赤松德赞王却感到十分的悲伤与苦痛，他在极端的忧伤之下。 竟然祭祀纵横，精神逐渐萎靡，身体也日渐憔悴。世宗德赞王在无法可思的情况下，向菩提萨多堪布与莲花生大师再三的顶礼，并向他们祈祷道,道：“西藏吐蕃的地区由于十分的偏僻闭,闭塞，所以没有任何的佛法。但是为了使人民去向善道圆满成佛。” 所以，祈请两位导师来到吐蕃雪域修建庙宇，并且恳请你们久住在此，宣讲佛经，弘扬正法。现在，两位导师引运教诲我们，真是待我们恩重如山。然而，我听从导师的教诲，颁布法令来招训学童，可惜学童们由于口舌笨拙，发音都不标准。 更何况是将来翻译佛经等广大事业，如此的话，弘扬大法实在是不可能。如果佛法难以建立，这将如何是好？说罢之后，大王十分诚心地向两位大师顶礼，祈请加持来帮助雪西藏雪域，以成就广大不可思议的佛法事业。这时，便知三十的莲花生大师就告诉大王说：“大王啊！” 请你放心好了，我们既然愿意在此传授佛法，就已经有了办法，能够使西藏的佛法得到弘扬。我告诉你，这许多的因缘都将在无数菩萨众的广大发心之下，会得到圆满的成就。往昔在印度菩提伽耶大寺中，世尊释迦牟尼佛有一位堂兄居住于此。 他入灭之后，往生到数数处的报身佛土，经过前后七次转世之后，现在已转生为人身。而今他就转世出生在藏地尼姆斜卡尔地区，他此世的父亲名叫巴郭尔海托，母亲是赞嘎沙专辑，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做甘加唐达。 现在在一座大屋院里面，你如果向他的父母索取这位孩子，他必然能够跟随你前来，而他也将具足无可辩驳的清净翻译能力啊。另外，在何日潘城的嘎瓦沙地区，有一位叫嘎瓦洛丹的人，他的太太叫做卓沙多杰，释迦摩尼佛的亲属曾达。 在圆寂转世之后，投身在此，成为他们的子女，叫做嘎瓦巴泽。你如果跟他父母索取他来参与翻译事业，也能够使翻译事业得到吉祥成就。另外，在如拉地区达尔马冈村地方，有一位叫做觉饶如意坚江的人，他的妻子叫做商沙泽玛。 他们的孩子是居士利扎西的化身，现身的名字叫做觉如鲁艺坚参。你向他的父母索取这个孩子，来参与翻译佛经的盛会，佛经的翻译必能够得到圆满。大王听了莲花生大师的开示之后，心中疑结顿开，十分的欢喜，可是十分的赞叹。原来在法界中。 无数诸佛菩萨的愿心与密行是那么的不可思议，而西藏地区也将在佛法光芒的普照之下得到究竟的喜乐光明。因此，大王就信心十足地向莲花生大师与堪布布利萨多告辞，前去寻找这三位孩子。大王带领了大臣七人，骑着马要前往去迎请。 甘家唐达这个小孩子，他随身带了二十五个护卫，跟在后头。他们一行人来到了尼姆斜卡尔村。由于这座村庄十分的偏僻，所以村人十分的朴实，而且怕生。当他们看到了一大群达官贵人骑着马来到这座村庄时，每一个人都躲在家里，没有人敢出来，都十分的害怕。 既不懂得向大王叩头顶礼，当然连任何尊敬的宋词都说不出来。不久，有一位浑身灰色的孩子，腰间缠着皮绳，一面嬉戏一面唱歌的走了过来。大王一看到这个孩子时，心想：整座村庄都见不到一个人，只好向这个孩子问话了。或许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缘起吧。 于是就让大臣把孩子叫了过来，以便向他问话。大臣们前去把孩子叫来，首先就问他说：“小孩子，请问巴郭尔海托是不是在家呢？他到底住在哪里？”没想到这孩子一点都不怕生，口齿清晰地回答说：“巴郭尔海托为了生计的缘故，刚刚出门去干活了。”接着又问他说。 詹嘎沙专辑是不是在家呢？这孩子却回答说：“呃，在是是在呀、啊，但是他正在寻找眼睛呢、啊。”大王看着这孩子十分的伶俐有趣，就问他说：“请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呀？”这孩子就很机灵的回答说：“我是父亲的孩子。”大王又问他说：“那你父母是谁呢？”你所认识的就是我的父母。 那你家房屋在哪里呢？孩儿随手一指说：“那就是我家。”大王看着这个孩子，心中十分的欢喜，因为这个孩子确实与一般的西藏童子完全不同，十分的伶俐机巧，展现出罕有的智慧，而且与陌生的贵人谈话，完全没有任何的惊慌的模样，所以就欢喜的向他说：“孩子，我是大王，你先跟我顶礼吧。” 孔子就说道：“顶礼是可以的，但是你总得要先教我呀。”大王听了哈哈大笑，就叫大臣先教这孩子顶礼。这孩子一教就会，就向大王顶礼了。大王很高兴的用手摸摸孩子的头，说：“莲花生大师所预言的孩子，莫不就是他吗？他这么口齿伶俐，人又聪明，真是太好了，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一位很好的翻译师。” 于是就向孩子问道：“孩子，你是不是愿意跟着我走去学习许多的智慧知识呢？”孩子回答说：“要跟你走是可以，但是也要先回去问我家里的大人呢。”孩子接着又问道：“请问你座位的后头可以让我坐吗？”大王就恩准这个孩子坐在他的后头。他们骑上了马，夹在步行随从之中，就来到了这孩子的家。 这孩子到了家门口，赶快下马冲进家里面，大叫：“爸爸妈妈！”这时他父亲正好背着酒回来，而母亲手上正拿着清油。这个缘起真是十分的好，因为要除灭黑暗是要明灯，而要让人讲话的全员就是酒啊。当这父母亲听到孩子大叫着进来。 又忽然看到许多贵客正在外头，都吓了一大跳，赶快到门口来迎接。大王与大臣们就在巴古尔海托的引请之下，进到了屋子里面。这对夫妻先点燃灶火，并献上了上好的酒，就问道：“请问您这些达官贵人到底是谁？来到我这个穷乡僻壤，到底有什么事情呢？”这时，大臣就向他说道。 这是我们西藏的大王，他今天特别来这里跟你商量一些事情。这孩子的父母听了之后吓了一大跳，赶紧跪在大王面前，不断的磕头，并问道：“我们真是罪该万死，不知大王驾临，请问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希望我们能够为大王来效劳，敬请吩咐啊！”世宗德赞王就说道：“我来这里倒没有为了什么特别的事情。” 只是专程为你这个儿子而来的，请你把孩子交给我，让我带走吧。这父母两人一听，吓了一大跳，就哭了起来，说道：“大王，这个孩子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必须让您带他走。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子，什么事都不懂。如果做错了什么事情，千万请您原谅。我们夫妇俩也只有这个命根子而已。他现在也只有八岁。” 您带去了，到底有什么用呢？恳请大王能够饶恕他，不要带他走吧。大王听了之后，哈哈大笑着说：“你们不用担心，这孩子没有做错什么事。我只是要培养教育这孩子，让他去学习翻译，把佛经从印度传译到西藏来而已，不是要伤害孩子。因为别的孩子都不灵巧，语言一点也学不来。” 但是我们的导师莲花生大师已经预言，在西藏地区，除了你的儿子之外，别的小孩子是没有办法来成就这广大的易经事业。所以你的孩子是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必须跟着我走。这时，巴郭尔海托张皇失措地说：“大王啊，我们老夫老妻只有这么一个命根子而已，年老之后也只有巴望着孩子来养老。” 怎么能够让他远离家乡到印度去呢？而且年纪只有八岁的小孩子，怎么能够做翻译这种广大的事业？所以还是请大王能够恩准，不要让他去做这件事。说完之后，不断的叩头顶礼，向大王请求。大王不厌其烦的向他解释说：“你的孩子是十分的幼小，我们也不是马上派他到印度去取经翻译佛典的。” 我们如果要让他到印度去，也要等他长大，能够独立生活之后才派他去的。而且你们放心，两位将来的生活就由我负责，我会让你们安居乐业，生活富足的。但是你这孩子不让我带走是不行的，他一定要去学习佛经，翻译佛典，并且为众生做广大利益的事业。两人听了大王这样委婉而断然的回答。 想不答应也不行，只好勉强的答应了。但是他们两人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跟随着他们的孩子，随同大王一起走。这是因为大王说，西藏地区只有中部的地方才是最好的安居处所，而大王也慈悲的答应他们，要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所以就在西藏中部的雅龙地方，让他的父母两人在那里安详的生活着。 三月是落成之后，渡轮出家以建立僧团是在必行，但是由于出家必须受具足戒，必须要有三师七证等十位戒师，所以就迎请以超言师说一切有无比丘揭摩陀、拍毗婆沙师杀人为鬼范师。 并以菩提萨埵堪布为清教师，选择了第一批学习梵文的青年学生为基础，授予佛法根本的别解脱戒。其中选择了八次舍出家为比丘，啊，知名拜仰，大王十分喜爱他，曾顶礼其主，称他为藏中大宝，啊，法名为若特纳。 实际上他是西藏人中出家的第一人。接着，甘家唐达之子也出家受戒，被赐名为比努泽纳，嗯，意为白光遍照。其余又选择了五名聪俊的少年，依次为啊，秦阿鲁之子释迦扎巴、恩南杰瓦乔扬。 马仁清、乔昆、路易·旺布、路易·旺布的名字怎么像法国人、啊嗯？藏莱族等剃度出家，被称为七爵士。这七人身坛的出现，就像撒下的种子一样，迅速滋满。就在同一年，在商业寺内，以长飞。 加茂赞和灿妃一母的加马为首，有一百名贵族妇女出嫁。一日，藏王恭请莲花大师莅临王宫，承受供养。侍中的藏王大王为大师预备了一座镶满了宝石的座椅，恭迎上师上座。当他坐下之后，藏王供奉了堆积如山的宝物。他先用。 银质的曼达盘装满了金沙，又用金致的曼达盘装满了绿松石，一起供养给上师。他以曼达盘代表象征须弥山和四大部洲等大地啊领域，供养给莲花生大师。他以银质的曼达盘盛满金沙，并以中央各区作为须弥山东部山区。 啊，包括东胜神州及各属啊，所属,属各地南部山区，还有南瞻部族所属各地；西部山区还有犀牛货族以及所属,属各地；那、啊、北部山区还有北极卢州及所属各地。一直象征供养莲师。另外，金曼陀罗盘中满胜绿松石，则表示将王后、妃子等。 也一体供养，将他自身所有的一切都圆满的供养给你上师。于是他请求道：“伟大的上师大宝，在这曼陀罗盘中，我把能力范围中所有的一切都供养给你。由于您对天人以众生相续不断的大悲，所以呢，我将全心全意地追随着你，直到成佛。现在仅向你啊祈请。呃” 仅次于我能够超越业力轮回的真言金刚密乘教法，以圆满啊能此生即生成就佛果。大王恳切的祈请了九次，莲我金刚师安住在吉祥乐意中，唱诵道：“哎呀妈火，马虎大王，请谛听，我莲花自生者，具名贝玛桑巴瓦。” 阿弥陀佛，金光光啊，生于照理生死，莲花光刹具胜福，远离中边之大海，出生莲花离因叶啊，无父无母无性主，自觉大密体性出生死自在自实现，广大空行是灌顶，修习秘密真言称，圆满无上圣教法。 后而传承最秘诀，安住金刚三昧耶，超越树叶的因果。汝虽具净安法，供养自身至相随，虽然贵为一国主，具足归势大财富，若于妙法一珍宝，根本失去即破坏，我等二人必将堕阿鼻地狱极大苦。 汝虽具律掌天下一大王尊共真道，施以最胜真言法，此理未足亦不当。甚密教法须法器，雪山势如精气盛，若出劣质器皿中，微妙甘露致坏事，是以最胜真言教。 于我心中自封长。这莲花圣大师开始后呢，他的设施立即愈变愈为广大，乃至上半身达到欲界之顶，下半身入于地狱的最深之处。在视线呢如实的幻变之后呢，就恢复了本相，安住在宝座上。这个时候，藏王智中德赞啊，立即。 无地投地里向他顶礼，并放声痛哭地哀求道：“伟大的上师尊伯爵，到底是何等的因缘，使我虽然身为大王，却不能够成为金刚密乘的法器？这实在是太可悲了！我宁愿舍弃一切而修行密密法要。”接着，他激动地捶打自己的身体，呼号不已。大师呢，随即要他收摄身心。 谛听开始。嗯，亚马火真言密教何以密，绝非其中具业性，乃对意烈小乘者谨守秘密不开示。无业是铁不可坏，大王智慧一生广，剃足慧观性圆满，聚守世界永不违，遵从。 归敬立法师，四字相随不相离。接着又说道：“大王啊，无上密乘行人的金刚四句三面也是十分严格的，他必须具足小大各乘的见地修持，并坚住不退，才能圆满。啊，这句话很重要的啊，师傅也一直强调。” 啊、呃，必须具足小乘、大乘的见地，还有修持，并坚住不退，啊，信心不退，才能够圆满。如果不能够具足这些基础方便，就如同驱蛇之人没有具住圆满的技巧，也不守着根本的规范去驱赶毒蛇上棍，就容易为毒蛇所噬。 啊，被毒蛇所咬，不行啊！就咬你一口啊！你啊，不可不慎啊！修习密法呢，嗯、啊，就像玩毒蛇一样。所以呢，密乘法门也是如是不是立即具正广大成就，就是入于无间阿比地狱。切记切记！于是又以寄送开始道。 世间众欲未成染，贪欲过患亦不存。秘密空行净法器，智慧密观原始地。依乐圣法具种性，善相庄严受世具。善巧方便心广大，慈悲喜舍贤具足。智慧空行妙相具。 密行所以得成就，若为智慧胜空行，成就解脱多障碍。密法圆正悉利国，只显成就难显现。邪欲秘密行者众，正果悉有若心成。具心大王金为鲁，开显极密深妙门。 说完呢之后呢，莲花生大师立即实现本尊金刚沙头像，安住在金刚宝座上，举身视现不可思议的红彩。自从德赞王了悟了无上密乘的甚深的义趣，欢喜无量，他卸除下了头上的宝冠，不断地向莲师顶礼叩首无数次。接着又向大王献上了五种密功。 其中也将各亲杂王妃，就是一些错家，也供养给莲花生大师。大师见到大王能舍断一切最爱与供养，心中大悦。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啊，只有舍得干净，才能够证到这个密宗的果位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修空曼扎？ 就是虽然要修十万遍还不够呢，是吧？这个就是我们舍的还是不够，我们心中还有这种贪着。于是大师立即赐予一昔作家特殊观点并传法加持，成为智慧空行。嗯，自使一昔作家追随莲花行大师，从事秘密会观的修行。好，今天就念到这里吧，啊、嗯。 啊、呃，这个一席作家呢，我们是知道的啊，听说过，他这个正量是非常高的。呃，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射手的空行当中呢，呃，一席作家是最有名的，我们都知道的啊，啊，他证量很高的一位空行转世。啊，这里后面就是介绍这个一席作家的来历。啊，我们明天学啊。 这个女众也有优点哈、啊，她信心好，靠的这个信心也可以快速成就。那么无论是学什么法呢，他都啊、呃，越修呢，后面对这个上师的信心是越来越重要。那修小乘的教法的时候，他更注重的是这个教法啊，当然他也注重师傅的重要性哈、啊。他们的依法不依人，他们更注重这个。 啊，依法不依人，就是说你要好好的听话，你修这个嗯苦集灭道啊，或者修十念处啊这样的，按照这个教法来修。他们虽然也很尊师重道啊，哎，这解脱道嘛，他这个理讲的很透彻啊，你只要按照他去修就可以解脱。但是到了大乘佛教呢，要讲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比较难了。 因为菩提心不是那么简单的，通这个听听啊、讲讲啊就能够啊就可以关修的起来的啊，他要靠的啊，在清进善知识的过程当中去模仿。所以说呢，到了大乘佛教呢，师傅的这个教诲呢就显得更加重要。那、啊、到了密城呢，就更加注重这个信息密法的修持呢。 他不是个小秤的这种如履作意啊，这样的、这样的简单的就能完成，啊，那个信心不够啊，你就修不起来，啊，是密的密的法呢，太深奥啊，很难，就是说从这个教本上去学，啊，从这个法上去思维，啊，能够得到啊，很难，他要靠信心才能够成就，啊，靠信心来成就。 这个空性的智慧，因为它是本身就是不可思议嘛，啊，你看小乘的教法还是很容易思维的，是吧？到了大乘的教法就开始不可思议了，嗯、啊，大乘的教法呢，它讲到中观的时候呢，就比较难，就无法思维，啊，它是不在两边是吧？不住长边断边，不生不灭。它讲的讲讲到这个中观的思想的时候呢。 嗯，就是靠自己的思维是无法理解的。到了这个密层的教法里面，是更难啊，它比大乘中观的思想还要超越，更加的微妙啊。那是中观的中观，中观里还有中观，就是它越来越难抉择，无法这个用思维来抉择。所以说呢，那个时候要靠的上师的成就者的信心来相应。